香港时薪六百块的私人女教练，生活中的一天过得有多自律？早上九点，这位名叫嘉欣的女生就会准时从床上醒来。她今年二十五岁，目前生活在中国香港。嘉欣现在的职业是一位私人教练。起床后，嘉欣会先去刷牙洗漱，等完事从卫生间出来。为了能快速恢复精神，她每天早上都习惯喝一杯咖啡。据统计，在寸土寸金的香港，人均居住面积只有十五平方米左右。 而像嘉兴这种地段好、面积又足够大的房子，就已经能被称为豪宅，并且还是能看到海景的情况下，估计总价最少也要几百万港币。此时从嘉兴住的房子不难看出，他的生活条件相当不错。时间来到早上十点，嘉兴此时会先处理一点工作，主要是根据每个学员的身体去安排好今天要练习的项目，这样能让健身达到最佳效果。整个过程大概会持续一小时。上午十一点，嘉兴就差不多该化妆了。 虽然健身很容易让妆花掉，但为了保持好自己的形象，嘉欣只要出门都会化妆，更不要说是去上班了。那么大家平时健身会不会化妆呢？结束脸上的妆容，再用卷发棒弄个造型，接着带上专业运动服，嘉欣就可以出门了。她平时的通勤方式都是选择坐出租车。中午十二点，嘉欣正式投入到工作中。她平时都是这个点上班，除非客户有特殊情况，才会另做安排。 嘉欣起初对这个行业并不了解，不过他自从大学毕业，干的工作都不是很喜欢，正好那段时间接触到健身，慢慢喜欢上这种自律生活，最后他认真学习这方面知识，成功考到专业证书进入这行。嘉欣目前每节课的收费标准最少都是六百港币起步，虽然这个水平在香港算不上很高的收入，但嘉欣一直还在提升中。结束第一个客户的课程，趁着下个客户还没来到，嘉欣就会亲自上场操练。 毕竟自己的身材就相当于是一个活招牌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私人教练这份工作，并非只有带着别人练动作，例如为客户提供科学的健身指导，还要有良好的沟通能力。对医学、营养以及运动损伤，都是一个专业教练所要具备的技能。整个过程中，嘉欣练习的项目也是经过精心安排的。各种方案只有自己去实践，才能最好测试出真实效果。一直忙到了下午的五点，嘉欣就可以停下吃晚餐。 私人教练在饮食方面也很有讲究，食物大多都是选择低脂为主，这也是健身中很重要的一环。吃饱休息一会，晚上的客户刚好来到。嘉欣的客户有男有女，他现在每天会接待四个客户。至于工作时长，则是八个小时。时间一晃来到晚上九点三十分，嘉欣终于结束一天的工作。到家后简单弄点晚餐吃，顺便再喂一下养的龙猫，他就可以洗澡上床睡觉。这就是香港私人女教练的一天。 那么看完本期视频，你对这种生活有什么看法呢、啊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